不知不觉能活个两三百年，比起其他生物长寿很多。往往我们的死都来自横祸，有时被拿来占卜，有时被拿来下药，更多的是被拿来食用。很多朋友都因为肉可分离而死亡，唯独大师父的慈爱让我们保有我小小的家，也让我们住进了大大的家中，享受着这两三百年的安逸，直到寿终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一切有富有众生作如是言，如来昼夜度诸众生，而众生界有不尽也。无量众生愿于菩提，无量众生生于天上，无量众生入波涅盘，何因缘故而不尽也？是诸外道婆罗门等作如是语，我当问难沙门瞿昙如是之意。尔时有94亿诸外道婆罗门等来诣王舍城，尔时世尊悉然微笑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微笑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事。愿世尊说何故现笑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弥地利今日王舍城，必有大众集会。弥地利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众集会？为天、龙、夜叉、若人、非人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此诸天、龙、夜叉等悉来集会，复有84000诸婆罗门、9000亿诸尼乾子来欲谈论。我悉降伏诸婆罗门，为其说法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9000亿尼乾陀皆得须弥多波帝，18000亿龙王悉来集会，闻我说法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60000亿禁居天子亦来集会，复有30000亿恶魔及其眷属亦来集会。有12000阿修罗王悉来集会，500大王及诸眷属悉来集会听我说法。既闻法已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，寂寞不现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彼500国王名字何等？佛告一切勇：谛听，善男子，一名欢喜王，二名善欢喜王，三名优波难陀王，四名胜勇王，五名梵将军王，六名梵想王，七名善见王，八名善欢喜王，9名欢喜将军王，10名欢喜阵王，11名频婆娑罗王，12名波斯那王，13名增长王，
如是等有五百大王，一一大王有千亿眷属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为除增长王。从于东方有三万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南方有五万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西方有六万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北方有八万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下方有九万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上方有百千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。彼诸菩提萨多悉住十地，一切皆亦王舍大乘至如来所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诣十方诸佛世界，告诸菩提萨多，今日如来于王舍城演说大法，汝等十方菩提萨多合掌恭敬，汝于须臾速还，即此众会听法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到十方国，告诸菩提萨多言曰：今日如来于王舍城演说大法，汝等今者应赞善哉，令汝永得安乐利益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到十方国，供养诸佛，告诸菩提萨多言已，还归此土。譬如壮士屈身必请，至王舍城住如来前，时一切婆罗门诸外道悉以集会。天龙夜叉阿修罗人非人等皆悉集会，五百大王及其眷属亦来集会，三万亿恶魔及诸眷属亦来集会。尔时王舍城地大震动，时十方诸佛世界与旃檀墨香、与天妙花、与如来上成大花台，金刚力士执金刚杵在如来前。尔时四方有四风王入王舍城，悉吹城内，奋会土沙，远至城外。尔时十方世界欲种香水，十方世界与优波罗花、居物头花、芬陀利花在虚空中化成花盖，于虚空中有八万四千亿狮子之座，七宝所成，一切座上皆有如来宣说妙法。尔时三千世界六种震动，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于王舍城现稀有事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善听，譬如有人无我自高，家居贫穷，日至王门，既到王门，自高直入，使守门者寻桌打符。王闻有人直入王门，王作是念：此人直入，必欲相害。时王称讳，斥诸臣言：汝将此人断其命根，并其父母、兄弟、姐妹，其人眷属皆悉忧愁，悲泣啼哭。汝来说法，亦复如是。无我自高，欲诸凡夫得见佛身，耳闻说法，自身高慢，说种种语，住无我地，此不听受，亦不说法。若人说法，一计一欲，亦不听受，作如是言：如此之法，我已先知，何以故？住我慢地，或是多闻，自纵放逸，与愚痴人共住，不闻正法，自以多闻放逸，不如法说，自作手笔而自说之，一切世人欺狂，自身作如是言：有才施我，我是福田。彼愚痴人自狂其身，亦狂世间，使他信施不能消故，
命狱终时生大恐怖，诸人告言：汝族祭术何不自救？答言：今日祭术不能自救，忧悲苦恼。众人欲言，为一人故，父母、兄弟、亲里、眷属，无事诸路。众生如是，尽恶之事，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如是如是，诸婆罗门、诸尼千子，我今告汝，汝莫放逸。譬如鸟子，未生羽翼，不能高翔，飞于虚空。汝等如是，无有神力，不能飞至涅槃之界。所以者何？汝所行法，非必尽道，终归破坏。汝等临终，自生毁心。我等虚受，如是生命，修行不得天乐，不受人乐，不得涅槃。我等此生，便为虚过。我当生何道，受何等身？尔时世尊告诸婆罗门、尼乾子、诸外道言：阎浮提中满中珍宝，汝等莫失所望。于佛法宝中莫作易学，汝等所疑，悉问如来，佛当为汝分别说之。尔时一切婆罗门、尼乾子等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昼夜多度生死众生，众生界不减不增。世尊，何因缘故，众生等尔时生灭？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大士庄严，蔚然法具，欲问大士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当来世无小众生、无老众生作生灭者。佛告要上：众生由老作小，如是生灭。善男子，如人木把着新衣服，从舍而出。愚人欲言：善木头发着新净衣。又如有人洗木头发，着故洗衣。善木头发，衣服非妙。如是如是，要上。众生老者于阎浮提以为非妙，少者虽妙，现有生灭。尔时一切婆罗门、诸外道、尼乾子、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老？何者为小？佛告诸外道：所言老者，烁烁往来恶鬼、畜生、地狱之中，受苦无厌。尔时一切诸婆罗门、天、龙、大王、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更不能受生死苦恼，比诸尼前作如是言，无小众生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观此众生如是难度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如来今日分别解说，汝善谛听。有九万四千亿心学众生，在如来前不理如来，亦不问讯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，此诸众生不理如来，亦不问讯，请觉所疑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若作是说，无小众生，如是之人是小众生。彼人问言：我等诸人是小众生。世尊，我等是小众生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汝等是小众生，以不能知自身量故。尔时九万四千亿心学众生皆得实地，住于虚空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众生快得善利，得尽生死。世尊，此诸众生离于生死，得住实地。尔时一切婆罗门、诸外道、尼乾子、诸龙、国王、恶魔眷属来到佛所，白佛言：世尊，
我等亦佛听此法门，愿我等辈。